今天是带着很谦卑的心情来完成第三届直辖市长候选人的登记。由于前一阵子的这个天灾超大雨量，那么目前为止我们都也还在这个帮忙救灾、帮忙看灾之中，所以原定的造势的活动我们通通一律取消。这个市政是一棒接一棒，那这个建设也是这个一阶跟着上堆上一阶。将来如果市政能够做的接续的话，第一要务就是把过去这个所谓的我们的治水的部分、我们的交通的部分做最大程度的改善。加油！加油！台湾！加油！